他躺在床上，然后我一进去，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思涵老师走了之后还是会在天上照顾你。而他怎么这么辛苦的人生还这么懂得付出，最后还付出了他的身体，对，就觉得很感谢。以后我是自己用良心去面对每一个我要下的诊断，那个到以后就是人命，就是一条人命。老师，谢谢你。我是连思涵，今年23岁，来自高雄，毕业于高雄女中，现在就读慈济医学系3年级。